但发球又不一样，发球不就是你必须得要活，所以这个直板里头握板是必须要有变化的，包括你的推挡和你的正手，它握板也不一样，对吧？你接发球的握板还有你反手拧的握板是都不一样，所以就是要根据每个人的这个握板的这个版型和这个手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根据每个人吧，这个不能说一定哪种握板就对，但是他只要是在打球里面没有说过多的去因为握板去影响他打球击球就可以了。